人工乳香，小昆凌罩杯升3级。Kimberlly 捧果冻E奶洩床照。今年才21岁的台巴混血美女陈依玲 Kimberlly 推出首本超性感写真，她向来尺度不设限，前年更公开自己的胸部是靠人工加持。从 B 奶 up 成 E 奶后，她特拍摄写真，除大秀傲人胸围，还有性感床照露出浑圆翘臀，令人看了血脉奔张。陈依玲 Kimberlly 拥有混血脸孔，因神似昆凌而有小昆凌之称，10岁前都住在巴西，因此讲得一口流利葡萄牙文，皮肤白皙又有精致五官的她，笑起来就像甜美的芭比娃娃。一直到就读高中时，被网友发觉并将她 cosplay 冰雪奇缘中 Elsa 的照片 Blue 上网路，引起宅男们的一阵轰动，曾在一个月内二度登上 PTT 表特版，也开始了她的广告模特生涯。